第三轮物品接歌啊，根据传送带随机给出的物品进行主题接歌，直到物品消失，下一件物品出现就更换主题，请关注传送带。第一个物品主题，请看。这什么？火腿，火腿，接歌开始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有火，哎，火，小苹果。知道知道。猪，你的鼻子有两个孔，猪头猪脑猪耳朵猪尾巴。走四方，路迢迢，水长长。就靠这火腿走四方了，对，是可以的。走四方。抱一抱，那个抱一抱。火风的歌，火风的歌，火风的歌。好。我是一张弓，暂时一颗钟，不动不要说如钟，走路一阵风，走腿。你就是火，奇怪的造型。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。哎呀，你的歌太多了，真的是。下一个物品要出现了是吗？不知道，哎，来了来了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吹风机。吹呀、啊、吹呀、啊，我的脚放纵。想要和你去吹吹风。啊。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风吹，好，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陈伟霆，嗯，上上上接，这是什么？黑眼睛都可以啊，吹风机跟吹有关的，鸡也行，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。怎么吹呀、啊？他吹的黑头发。头发。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。哎。头发甩一甩。啊啊！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。一看就东北人，雨做的云。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。下一个来了，下一个来了，下一个物品来了。下一个主题，灭火器。灭火器。啊，又是火。火火火火火。我唱唱过了。火。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火红的太阳升起来呀。你什么情况？有这么一首歌，不骗你。红红红艳的，红艳哪里火呀？红的嘛，红的嘛。啊，红的灭火器，红色的火焰。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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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灭火器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征服。火火火，就这样被你征服吗？这断了所有退路，断了。哗啦啦的歌谣，不是征服里边有一个歌词，我的那首歌有个歌有个。放一把，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啊！哎，这自己的歌憋了那么久呢，忘了。哎呀，我那个歌，我那个歌里面的火是在哪儿来着？只有我，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，等待着火。我看，只是一勺烟火散落的身。好像唱情歌，看最美的烟火。好，时间到了。哎，时间，哎哎，快上！时间到了，啊，时间到了。整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。啊，又是我们吗？